的会长。台湾啊，我们给台湾庙会文化最有名的基隆旅曾经去过龙泉团。辛苦相传非常重要的角色，谢谢我们的祥师谢瑞。接下来是由我们的进气龙的操演我们的吕师傅所培养的这个进气龙的表演花式这个非常非常多的阵法非常非常多的呈现。小锣的锣声响起，加上我们的龙鼓代表着我们的七情不离的龙来到了现场。
这些走位就不容易了。好，接下来高难度的表演来了。龙来富贵，龙来探吉，掌声！再次谢谢我们基隆吕长兴师傅的团队，感恩谢谢你们辛苦了。啊，我们的吕长兴师傅呢，啊，也当中不遗余力啊，将龙狮的表演往这个体育大学，往我们的大专院校来推动以及发展。